善良的高雄市民，大家好！谢谢。六月份离开高雄，回到云林。我老婆说：“啊，既然都回来了，不要乱跑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我老婆说：“人多的地方啊，千万不要去。”我说：“没有问题。”结果没有想到，来到高雄，又有这么多人帮我们李梅珍，对不对？十万人！谢谢。今天我们最重要，充满着热情、理想、青春洋溢，对高雄有重大使命感的市长候选人三号李梅珍，我们国民党将启程江主席，我们最敬爱的许坤元议长的夫人林思雨女士，我们高雄市曾议长跟各位议员、周习伟县长，还有这么多云林县的张立善张。